日前某天晚间，在大雨瓢泼的北京，搜狐视频在某酒店门外撞见了江武在司机的接载下神秘进入酒店大堂。只见江武脚步匆匆地直奔酒店内的咖啡厅，而此时已经有人在此恭候他的到来。江武落座后显得很疲惫，整个人靠在沙发的靠背上，缓了一会儿才打起精神来，将胳膊放在桌上，一副沉思状。而搜狐视频此时才发现，和江武会面的是三位中年男士，几个人围坐着你一言我一语地谈着什么。大约两小时后，江武才和一行友人起身，并且刻意在咖啡厅内打包三明治以及面包，一路拎着走出酒店门口。见大雨还没停，江武迅速拿出手机联系司机。在等待座驾到来时，江武又和友人站在门口继续畅聊。搜狐视频娱乐播报独家报道。上搜狐视频，看中国好声音。大家好，我是张惠妹。